我是刚刚那车长，在2019年6月22号，红站，15:09出发，这是17284九平线康青龙的车客车。17254九平线，九平线深澳线康八斗子的小客车，啊，这台是三级的小客车，17254进油，深澳线康八斗子的三级的客车，我看一下，啊，四级的小客车。终于到了，我相信个马上就都丢不到地方去。封闭车门就拿了呗。